上来甲咱现场用这时段来甲做感谢，热情的掌声欢迎来主委。啊，甲咱谢云呐哈，什么叫做秀云呐哈？伊扬声的迄个音乐公司啦哈。啊，因为今日咱海墘厝啊吼，伊经过大家啊，大家讨论的讲吼，因为无办会餐啦吼，啊，不过嘛是正常安尼个闹热啦吼。啊，咱海墘厝啊，是阮看到吼上团结的，话着讲要赶快要做戏安尼，你看红纸搭甲搭袂落去。哦、真的是很感谢大家啦吼，感谢阮遮的时代吼，大家的支持啦吼。首先，咱特地公伯啊吼，伫登记来吼，对咱海墘厝的照顾，对恁遮的善心大德，绝对会保护恁吼，啊，保庇大家当安尼身体健康，啊，会当大赚钱啦吼。伫遮吼，因为特地公伯啊，真灵下啦吼，真济工课我嘛拢会来甲清洗。吼、哦，阿姨嘛真正保庇我真，互我真顺啦吼，而且感谢啦，感谢特地公伯吼，啊感谢大家，哎，陪你带啦吼，阮孙陪你上啦，讲明仔也唔来，欢迎哦，大家再来坐坐咧啦。咱明仔载阁有一工，明仔载咱阁有咱的平安去，阁有一工，对。所以咱家庭就是当咧，咱共享盛举。共享盛举啦。对对对，啊嘛感谢咱不给注意啦吼，但是咱咧个对咱不好的讲咧，哇，这尼吼，这做认真咧照顾嘛，甲咱的伯公阿咧真正做认真咧服务的，当时嘛非常感谢咱海墘厝咧，才用这时段。哎，然后在咱伯公阿灵感庇佑之下呢，咱家家户户都会带来平安顺心，是感谢。我海墘厝虽然小吼，真正我的大家吼经济相当的好，真的。话着要做啥，大家都大家拢有。今天真的是谢谢大家，今天有够好一个团结的力量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。阿妈没有感谢，来注意。我们派个美女，刚想来注意。我错姐，我是温莫赖雄雄跳了。本来是讲要叫朱一牛来啦，朱一牛讲唔好紧啦，恁处理就好。朱一牛讲恁无用啦，谢谢，感谢咱不给朱一牛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你。谢谢，安尼 OK 啦吼，啊有咱的舞台上咧，佮有咱的安排，嘛要来邀请到咧。